从来都分不清楚墓里的人是谁。阿伯说，我们家族有一个难逃的劫数，那个劫数是家里的男人都会出走，且活不过某个岁数。后来家里盖了这间宗祠，将家族的骨灰坛都摆放在一起。爸爸说，我们以后都是要回来这里的。来来来，太太，太太来。